办单位有这个机会让小朋友来这边练习表演。那么其实我们的指导老师在后面呢，我只是写个文章啊。那真正表演的东西是老师在指导。那我常常觉得写的东西是死的东西，通过表演才变成活泼泼、活跳跳的。那只要他有生命，是因为有指导老师在指导。那么小朋友也很尽力。那么我们希望这次所有的小朋友都有好成绩。谢谢大家。其实一届选阿玲老师的时候，因为伊嘛是我的老师，啊，选这首是因为感觉用学生较好表演，啊，可能老师教了无好，但是学生拢真力，老师也甲恁讲，多谢阿玲，恁表演真好，多谢。我是叫做吴秀如，我本身的工作呢，就是专门咧教伫国小内底咧教台语，所以为着咱的这个妇女呢，是一份的使命，所以希望呢，咱小朋友，在座小朋友，大家继续努力吼。虽然你第一遍来参加，可能呢较无经验，但是明年呢，还佫有机会，后年也是佫有机会，所以希望咱小朋友呢，莫气馁吼，爱认真拍拼吼，多谢。我参加的心情吼，我是较无爱讲用一种培养迄个精英的方式。我希望鼓励小朋友尽量会当参加，有一个、两个，到有十个、二十个是绝对无办法。所以我知影，拄只听天心老师的这个讲法吼，我了解讲啊，原来有真济嘛是我唔捌，我唔知影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因为较人力较无够吼，所以。你个人部位咱知道，但是表面的部位是我的弱点，所以我想呀，啊，我再出来表演的小朋友吼，有真侪缺失，啊，我以后会改进。啊，不过我咱希望大家吼，会当用这个目标，就是讲咱大家所有的老师会当教，搁较侪小朋友会了解台语，搁较重要。咱不是想要培养精英的吼，我也想法是来多谢大家。小朋友吼来遮吼，因为阮是一个算讲伫山顶的
小学哈。啊，阮囡仔表现的呢，是从因日常生活中的迄个感觉甲表现出来啦。啊，因为真他所在囡仔吼，较少去见，较少见世面啦吼，啊，所以传出来是互因安尼一种学习啦。啊，最主要嘛是从阮山顶吼，囡仔